对，开始。好，那今天哈，我们两个互动中，我们来演示那个那太极拳的势。太极拳的势是一种，陶老师讲是气势啊，意气产生的势。那因为气势是很空的啊，像小月你感觉这个气势，它没有实质的这样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它只是阴阳两气嘛，哈、啊。那你碰到这种气呢，气流碰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做妙在二气分阴阳。那推手，好，我们现在讲阴阳两个气势动能啊，动能它不是劲，也不是力，来，这个叫阴气。小月，你碰到什么？这样的话就是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力了，对不对？力，力叫死嘛，哈，撑着。这就是撑着，那这个叫劲。那气势是什么？你觉得有还是没有？就是说，我所谓没有，就是说没有这个。他如果今天动到你了，不管是劲或是力，就是骨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气势有没有骨肉？没有。这有没有骨肉？你碰我一下。这有没有骨肉？这有没有骨肉？今天有骨肉，可是你拿我身上。这个就发劲了啊，对不对？发劲就是人就出去了。对不对？那在他来我这边有个风拳，你碰，这个是气势嘛，这个红啊，你沾到了线要搭上我才能试啊，否则我变成凌空气，对不对？啊，凌空气又我这最起码我要有一个势空的吧，所以你可以嘛。那这来造一个劲血，小叶你造一个这边。你觉得我这边有给你上下左右有没有？如果给你这个呢，你放松就直接就来了，这劲了，劲啊！我这边停了就已经发劲了啊！你这边是不是气势啊？啊，所以如果你是扮演攻的，来这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都是阴阳面二转二气啊？所以你会跟着这个二气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攻的时候你停了，就跟着跑。就是你先攻，你停了，哎，他气这边是不是气啊？那劲呢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直接先给你，本来是很空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劲，那变成你气化了，对不对？你先不要打我，你本来是很空的，但是你是被势的处在这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先给你劲呢，你是不是气？我再给你，你先气化，是不是气？再气化是不是气？对，再让空一点，哎，是不是气？然后我背势了，来弹过来。你懂这劲发劲的时候，劲就出去了，啊，所以怎么接阳气是不是在这？那这边是阴呢，这边是阳气了。如果你不动呢，啊，这是不是气势？那如果我先过去给你一点力量，哎，你也可以直接打或者你把。一转就打了，这边就打了啊！你把我挂掉就打了，对啊，好，先关掉。对